你好，我要取钱。不好意思，现在下班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嗯，这还有半个小时才到点呢，你是不是看错时间了？没看错，我们下班不得提前准备一下，明天再来吧。你这是什么服务态度？我辛辛苦苦等了两个小时，你说下班就下班了，银行是你家开的呀？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如果你再胡搅蛮缠，我就叫保安了。一个送外卖的也敢在这里撒野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去，取的钱真麻烦，竟然遇到这种不负责任的女人。哎，你小子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该不会是想偷东西吧？我说你的眼睛是用来喘气的吗？这光天化日的，我能偷什么东西？刚排队取钱遇上个不讲理的，现在怎么又遇上你这货？亲爱的，你这么快就来了？嗯，这个送外卖的在这里鬼鬼祟祟的，怕是要偷什么东西，幸好被我给发现了。是你，你怎么还不走？取钱不成还想偷东西是吗？看你一身的穷酸样，没想到竟然是个小偷。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我是来这里办理业务的，你们少在这里血口喷人。呵呵，你一个送外卖的还好意思说办理业务，真是不害臊，卡里能有几个钱，别在这里给别人增加麻烦。我说你们两个还真是绝配，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一对狗眼看人低的家伙。哼，臭小子，你敢骂我是不是皮痒了？哟，不错嘛，还能听出来这不是好话。牙尖嘴利，看来不给你点教训，你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吵什么吵。行长，这个外卖员不好好送外卖，还想在这里偷东西，刚好被我男朋友发现，这才没有酿成大祸。嗯？咦，这个人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？听说西域集团的董事长好像就是喜欢穿身外卖服，该不会就是他吧？小子，偷东西还不敢承认，等下把你送到公安局，你就老实了。你就这么肯定我是来偷东西的？没错，就你这种穷屌丝，来这里除了偷东西之外还能做什么？难不成还是存钱？就你，有钱存吗？哼，你还真的是想一出是一出啊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有钱的话，我建议你去治治脑子，不过就你这脑子，我看就是治疗了也没有太大的效果。呸！你小子是不是找死？信不信我弄死你？闭嘴！行长，这个人可是来偷东西的，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。好了，我自有分寸，不用你来教我怎么做事。那个，请问您是叶先生吗？不错，我就是叶峰。叶先生您好，这两个人不太懂事，我替他们给您道歉，希望您能理解一下。两个跳梁小丑而已，我并不在意他们说的话，我这边需要取些钱，你来给安排一下。好好，叶先生里面请，我亲自给您办理业务。行长，这个人真的是小偷，你不要相信他。闭嘴，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。怎么了行长？我又没做错什么，你凭什么要开除我？这不符合规定。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，我看你真是无药可救了。你知道叶先生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吗？他可是新宇集团的大老板，总行的人见了都得毕恭毕敬，你竟敢招惹他，还真是嫌自己命长。哼，新宇集团，您说的是市值超千亿的新宇集团？对，不是他我能对人家那么客气吧？人家不跟你一般计较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行长，我错了，求您原谅我一次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滚开。骆行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要忘了我也是你们这里的大客户，你就不怕得罪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叶先生相提并论？滚开。